今天是4月27号，农历日子来到3月21，冲煞属鸡24岁的观众朋友，冲煞的方位是西方。今天吉时在子时跟寅时，适合求医，但不适合动土。以上农民历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曾经主办过冬季奥运的俄罗斯黑海城市索契，在这两天吹起了刺青风，全球知名刺青师聚集在这里，展现高超的刺青技巧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看，我是刘一涵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